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我今天穿了我的冬季限定版皮肤，对，就是我的冬天的睡衣。冬季限定，就好像这是第三年了吧？第三年靠一件睡衣过整个冬天。谢谢大圣，谢谢四边的小黄瓜。一到冬天，他们这种厚睡衣的出镜率就很高。今天因为发现，就是底噪有一点点响，然后后来我就没有用那，我就没有用。谢谢丸子，我就没有用那个的取暖器，因为那个会加一点点底噪，但是呢，加的那一点点加上本来的那一点点，它就会有，就是对。你们就会感觉到了，所以今天没开取暖器，穿的厚一点。投稿漏了没有？我订了一大包那个新的道具，然后我订了一大包新的道具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这个麦的一个配件。然后我要录的那个新视频呢，要等那个配件到了。我怎么说呢？对，我等一下，我把音乐歌轻点，我跟你们仔细描述一下。是这样的，随着科学的进步，本来你们知道，就是我做直播，就我做的特别用力嘛，然后因为特别用力，所以他就那个膜就，哎，谢谢白粉群的进场。然后后来那个膜不是当中就没有了吗？然后以前呢是每次没有膜了就要考虑换个麦了，因为自己补膜的话就特别容易掉，就自己补的膜可以补，但是补了之后呢就要轻手轻脚的来，但是我不喜欢，我还是喜欢暴躁一点的。然后呢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现在已经就是发明了可以自己补膜的配件，对。然后后来我要，这不是耗子。然后呢，我就定了那个就是可以直接自己补膜的那个东西。等它到了之后，我把膜补上。然后呢，它的那个新的膜，因为防护性比较好，我就可以把就是泡膜音直接放到里面做了。我上次不是要做那个泡膜音嘛，但是我发现放在外面跟放在里面区别挺大的，因为现在呢是没有膜的。放到里面呢就直接进去了，所以就是我就怕就是录完之后我的麦就直接没了，然后我觉得还是保险一点，等那个新的膜到了之后，因为新的膜会比较密嘛，就我跟你们打个比方，现在比如说这个是你们的耳朵里的洞洞对吧，然后后面有一个个小孔，一个铁片，那个是麦点，如果我现在挤很多很多白色的泡沫进去，它就会进到后面的那个一个个小点里面，然后就爆炸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一层膜挡在后面的这个小点前面，哎，来一层膜挡在那儿，对吧，那会好很多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就敢把那个泡泡直接往里面点放了，因为那个泡泡放在外面这里跟直接进到这个位置是两种声音。谢谢小旭，你们听了半天，你们没有听清我要表达什么，你们只知道开车是吗？这你们连听这个都像开车的吗？啊，连这个也能开个车的吧？我专业的样子像天桥下给人手机贴膜的，不是，没有，我已经订好了，然后估计明天最晚最晚后天就应该送到了，他一送到我就可以搞起来了，然后我不用等新的道具，我上次的那个泡沫就够做一个视频了，然后新道具又够做下一个视频，其实现在主要是等个膜，膜是上海发货的嘛，到我这里应该很快的，那个道具是哪里？河南发货的，估计要两天，所以不用等那道具。
关键词磨泡泡，进去出来动动。你们听，谢谢小旭，喵。你们听人讲话都是听关键字的，对吧？啊？不是，我那么认真的跟你们描述，就是你们不要觉得，你们不要觉得每次我说到那个魔的问题是在玩梗，我是跟你们讲真的。你们有时候听着听着听到一声很刺耳的声音，其实就是有东西进了那个洞洞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洞洞里，就是那个它的脉孔是一个一个洞，那个洞洞里不该进任何东西的。就但是呢，当它进入了东西之后，它就会就你们就把它想象成那个麦叫了，就啊什么东西来了，就你知道吗？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的麦在求救，你们懂吗？你们最近直播应该经常听到，就忽然之间会有一个很响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就是麦在说不要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对。那么怎么样防止这个声音出现？就是把它前面的膜补上。你们可能感觉不到，但实际上那个状态，实际上出现那个声音的话，就代表声音做失败了，就代表这个麦其实不能用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找到了抢救它的办法，等收到就可以了。那个声音有点像什么？就麦炸了的声音，有点像前两天我静电的那一下。我静电的那一下就有点，就基本上是那种声音，就噗噗，你们听到过吗？在我直播间。直升机是不是就我？直升机实际上没对到那个位置。就是直升机，如果你们能听到敲到底的声音，那说明是我手重了。直升机是怼不到那个位置的。但是其实会到那个位置的是用那种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，什么泡沫啊，沐浴露啊，芦荟胶啊，就是用这种会滑进去的，你懂吗？就任何我自己用的工具，我都能控制它不到那个位置，就进去一点点就行了，就进去一点点就行了，不用真的到那个位置。但是就是液体的或者是膏状的东西，它会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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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滑进去了。然后对，但滑进去这个麦就废了。哎呀，我跟算了，不跟你们讲，讲了半天你们什么东西都没听进去，就知道开车。我改天找个喇叭，我改天去网上买个喇叭，按出来跟那种大货车的喇叭声一样的那种喇叭。哎，你们喜欢开，我在这里按喇叭，就真的你们听什么东西都是开车。我这里明明是开船的。也就范范续了个船票，也没人上船，你们天天在这里开车。你们在机场等一艘船吗？我在船上，在我的船上等一艘车，你们是真的离谱。我不管，我做生意了，我不想理你们。反正等我的工具到了，我要表达的就一点，就是等那个磨到了之后，我其实最近做的很多声音啊，什么都有点轻手轻脚的，蹑手蹑脚的。我都没有办法放开，你们懂吗？然后等那个到了之后，有很多声音我就可以放开的做了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残忍了。哎呦，好啦，先来个开场那个。好了，不跟你们闹了。对，换了魔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不过也没有，有一说一，这个有个魔之后。不是说我为所欲为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爽了。哎，等我放开手脚，为所欲为的做那些声音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爽了。好，先热个身。开场就十分钟，你都快从上海到昆山。谢谢吃可爱长大的金鱼，嗨金鱼，谢谢金鱼，金鱼牛年祝你
等一下，今天上传的我都要有一个喜庆一点的祝福语，祝吃可爱长大的金鱼，牛年牛气冲天，牛牛不倒，对，祝金鱼牛牛不倒。还有范范牛牛也不倒，这不是牛气冲天。耗子吗？还好啊。谢谢，真的没有人起这个名字，比利73188144464。现在不小心画成桃子了。战胜他，所以我选择遮住他。是的，心里舒服了吧？啊，舒服了吧？舒服了吧？我自身假发呀！我跟你们讲，嘲笑人家秃头，就跟嘲笑人家，就是，比如说，就跟嘲笑别人。天生多一个手指头啊，长了个尾巴一样，那个不是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残忍。谢谢嘟嘟囔囔的么么哒。比如说，有时候嘲笑别人要挑着点嘲笑。什么叫挑着点嘲笑？就像小时候，谢谢姑爷的么么哒。就像比如说我小时候，别人如果嘲笑我嘴大，我是真的会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能挑别人真的有问题的地方去嘲笑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你可以嘲笑不是胖子的人是胖子，但你不能嘲笑胖子是胖子。你可以嘲笑就是不是太矮的人说他是矮子，但你不能真的嘲笑矮子是矮子。谢谢 Kimi 的么么哒。这里面有个点，过了那个点就是恶毒，你们懂吗？就像小时候我们班里有一个很命的女生，老师说我嘴大，我嘴大吃他家饭了呀，他天天说我嘴大。
菲尔亚普斯。他说我的嘴唇拿去人参切片店切片可以切出二两。为什么小时候我因为这个事情哭过，现在就觉得有点好笑啊？沈他妈能切出二两？哎，我小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哭过哎。看，这就是成熟了的表现。希望有一天你们也可以，对吧？同理，我们可以嘲笑你长大。我是挺大的，这不叫嘲笑。谢谢谢谢，你有的么么哒。可以笑他。是比较可爱一点的，可爱一点的猫我们叫猫猫，可爱一点的牛我们叫牛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天我给大家做那个就是
谢谢约书亚的么么哒。就是那天我给大家做那个场景幻想催眠的时候，助眠的时候，有说到过，就是我们来到后院，后院有几只奶牛，然后呢，正好吃早餐，大家要。
刚刚谁要听郭德纲的？我差点正常说话，得支持一下。我已经播了有多久了？一个半月了。嗯，然后很稳定，一直都是这个时间。
三个爆破音，一共就三个字，它有三个爆破音。大变态，大变态，谢谢巨门的么么哒，谢谢随风的皮克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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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巴啦啦小魔猪皮克拉皮克拉，还有空恋，还有巨门的么么哒。嫌弃你们的时候才能嫌弃你们呀，大变态根！我现在真的嫌弃你们，你们这些死变态！波波波波猫嘛，试试看。
手去观看那只手，叫了一把，可以了吧？舒服了没？真的离谱，你们这些人，谢谢比赛，真的离谱。
完了。后来这换成还是换成正常的笔尖吧。这野蜂飞一会儿就不飞了，就没有持久。希望大家就不要像野蜂，都像我一样那么持久。谢谢比赛。哇，我这个直播间真的充满了祝福。真的想不到还有什么直播比这个直播间更喜庆的，充满了祝福。
就是把手动的频率大一点，这样的话它的手动的幅度大一点，它速度就会慢一点，然后它刮蹭到的部分就会多一点，就会两种声音质感不一样。最后再用直升机过一下，过一下声音，我们就做下一个了。最后再来一下直升机。是他妈今天穿衣服露肉，我平时也穿着。谢谢白昼的么么哒。
我有一个神奇的管管，我最近发现什么声音透过这根管管就都很舒服。这根神奇的管管我要把它保护好，不要弄坏了。谢谢你了解一下午夜时候小甜品，是你的荷兰腿猪，荷兰短腿皮皮猪。
听的太久了，很难找到点。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的，它的就是我听了那么多年，然后跟很多主播也聊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很多粉丝不是说听着免疫嘛，后来得出的结论是，这个东西它就你对声音比较敏感或者说爱好听这些的，它不会说因为听了很多之后就说
要提前一点到呀，虽然还没过年，对吧？为什么在说那个？因为 我开个抽奖，人家名字里面带一个，我们没有聊那个，我又不是脑残，谢谢二狗的妈妈的，我不是脑残，我也很莫名。
谁不能录，对的。
部分呢可以发出大海的声音的话，你们就知道了，就是海的滋味，我知道的。然后呢，当中这里珍珠的部分，你这样一路上拉过去，有一种，哎，这两个声音毫无关联，但它在一个道具上。直升机
那个，就是如果嘴闭着跟嘴张着是两个声音，我把嘴闭上。算了，我嘴闭不上。然后我会左右平移，让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对，像是史莱姆，因为好像现在直播不能用史莱姆。只要左右平移，就像史莱姆在你的左右一蹦一跳的感觉。你们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个粉色的，像草莓，像没有树的草莓一样的史莱姆在你边上蹦蹦跳跳的感觉。舌头还会左右对着，我就不掩饰给你看了，乖乖的。我是对吧？我是做生意的嘛，知道薄嘴猫吗？知道啊。是，那是好奇的人，这皮肤状态可以了。你会说话，你多说点啊。喜欢大蛋不？薄薄猫的薄嘴猫。是骂人猫吗？
跟你们讲我怎么获取这个冷知识的吧。是这样的，前两天他们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戴着愚人头套，然后两只手一起挖鼻子的，挖那个，不是挖我的鼻子，挖那个头套的鼻子。其实当时我的动作是这样的，对，挖那个愚人头套的鼻子。然后他们截了个图，我截了个图发群里，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张图，我立马就意识到了问题。就说我的反应有时候其实挺快的，就我立马就意识到了这不合理。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比如说我意识到的问题是人是不可能两只手同时挖鼻子的。你们可以试试看两只手，有人说了，说应该是因为不可能两只手都同时插进鼻孔里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做做样子应该是可以的，你的鼻孔如果大一点应该是可以同时插进鼻孔里的。但是有一点你肯定做不到，就是如果不是装装样子的挖鼻子，而是当你的鼻子里真的有什么东西需要清理的情况，因为人的鼻子里面是有时候呼吸久了，每过半年一年都要清理一下的。那如果是你两只鼻子里面都有东西要清理的情况，你是不可能两个手指同时清理的，因为你的大脑要寻找你鼻子里的，怎么说呢，挖矿，对，要找那个矿宝藏在哪里，它要锁定那个位置，然后你的注意力只会放在一个鼻孔里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以为的两只手同时在挖鼻子，应该是一只只是在做做样子，然后另一只是真的你的大脑在引导它往左边走，往右边走，往上面去点，再进去点，另外一只手只是插在里面装装样子。你不可能注意力可以两个鼻子同时一起找位置的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那天一看到他们发的那个截图，我立马就意识到了问题。这张图我看着就觉得哪里有点怪，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，因为不可能两只手同时挖鼻子的。我有时候就反应，你们看我这个反应，你们要有我这种反应，哎呦，真的，有我这种反应我就谢谢铁盾之魂人，谢谢智障青年没有病，谢谢爱国电。
珍惜大家在一起的缘分啊，点个
会看漫画的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要进入今天的无人声环节了。看看今天的无人声，简单的做个十几分钟吧。你们还有什么要听的，可以在弹幕告诉我。待会儿无人声开始，做什么道具？想听我说话？我已经说了十几分钟了，说的人气都没有了。我但凡少说两句话，就能多留下几个观众了。但是我忍不住呀，我也想忍，我忍不住呀。
you